嗨，很快就来到第二集的时间了。那打点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一样我们是首重在练习移位的部分，这是在家里练习打点板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那再告诉大家一个手法，这个手法更简单的，怎么样 up your speed？ 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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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右左，记得哦，只有重音的时候是用力的。好，我们慢慢把速度加快，手放松，尤其是肩膀的地方放松。好，我们慢慢把重音移出去。好，请注意我的右手关节的地方，把动作放小。可以换到这边，一样交叉、啊。我们可以再把脚加进去，不是加在重音的地方哦。谢谢。